八只，我就猜，我本来是猜大，我是猜六只五百，我本来是猜六只五百，啊，他给八只五百，那是丹童的软丝哦，那个把它发一下哈，就变很大只了。小姐，你包了吗？那个是丹董的卵丝，那是卵丝，所以八只五百，一只是62块。刚才那个虎须卵一条150克哦，很大条哦。刚才那一条他卖，那个切一切外面那个一条切出来大概要400块，外面你鱼卵那一条再切出来大概400块到500块。这车几安嘞？来，我要线上。红虎超有没有人要？红虎超。红虎超，这超甜的，这超甜的，这超甜的。这个比饕餮好吃哦。那个最近有一个小的小火锅叫金三亿吧，金三亿一锅大概是299还是399，上面就有两只这个，那上面会放两只这个，然后卖放蛤蟆，然后再放什么东西，一锅399。我有很多朋友去吃的。再见啦！好啦，你没有再讲，继续吧。